韩剧《Call the Guest》终于杀青了，而日晚间包括主演金彩玉、郑恩彩等人都来到首尔的烤肉店庆功。这天穿着咖啡色大衣登场，大地色系的打扮，秋冬气息浓厚，而他也一直面带笑容，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。而郑恩彩穿着灰色格纹外套和白色长裤现身，他也是保持着笑容，亲切对现场记者问好。